收看基本一，不是来呢个节目，基本一个医疗单元来大家对讨论用饮食状况健康。有当因为讲啊，哦，因为都是青菜高脂，有当因讲，有的东西煮熟了食，有的东西生生食，到底用因来生食，用因来到东西煮熟了食咧？今年绕场都系呢个营养师夏怡凤先生，家家来分享你今个来宾，分享先生。大家好，先生。一段一段时间是累了一下，然后大家来分享，用饮食状况起。一段时间是累了哈，好不走公便。哎，真是咯，复习一下好不？平常时系讲多不下，没有好冇机会，然后爸爸妈妈要是长辈讲客家话，来客家电视的节目，节目六人开始就是做得有机会来讲客话。系啊哈，冇上次舅舅哈，冇讲是上次有得人哈，发唔出来，冇是整过来。喺度了，咪就得联系讲。其实俺咪到节目地度吼，啊，多联系讲客家话啦，是真是安样嘢。不过根本嘢，你又来讲嘅系食东西、上食啦，东西煮熟了食两件事情吼。那先让大家来问一下，你大家都讲啊，上先你又是青菜高脂、青菜高脂，然后大家会讲你又是生菜沙拉，对，先生，生菜沙拉其实是没有动主意，有什么样的东西系好食，好来做生菜沙拉来食？其实你看该哈，米根因哈，其实该生菜沙拉，其实的青菜是该几种，嗯，每大种贵下做得食，错，哈。但安尼哈，最好是讲安是生菜沙拉，你看哈，我建议是生菜沙拉是两几种青菜，嗯哼，是差不多贵千年贵下摸出事情，该到青菜是做得上食，哈哈。但佮该到哈贵下煮熟了食哈，你是天佮煮熟了食，嗯哼，切对唔好咯哈，即个哈加味哈。买大红菜，贵下拿来上市。其实有的菜做得上市，有的菜做唔得上市，唔系大红贵下做得。冇错，还有的菜吼，佮上市唔会下有影响。嗯，电动煮熟下有影响。嗯，嘿，免想讲上市是贵下上市。就是因为上市呀，你下当当因可能因为现代因哦，生活压力好大，然后系讲其他物嘅微酸嘅原因哦，所以咪有啲慢性疾病。当当因是咪讲啊，你要注意你的饮食，你要注意用饮食当。比如说你要多吃生菜沙拉生食，可是其实我发现你推翻你吃生食，因为恭喜台湾，你华人文化发音文化还是习惯让东西从煮熟了一些。不过也味道东西香港哇是生菜沙拉长得空甜，所以台下是不是好像跟着赶流行要吃生菜沙拉。不过讲到两片是生菜沙拉是上的呛嘴，其实有动到问题要注意，因为它还是有风险的，对不对？比如我们聊天是有讲到，其实好像是讲吼，因为呛菜，等上来呛菜，其实吼，在某些些呛盖下，农作物下多，嗯，因为伊煮的个性当中吼，介个农作物煮，因为因煮就温度下高，伊农作物走脱去会挥发掉，吼是下某农作物问题。等也是上市的生菜沙拉哈，该几项菜你听好，不应弄肉哈，很安全的怎做的？哈，莫什么弄肉，哈，听谁动枪？哈，还听你好是讲哈，因为上市的哈，该地表还有该买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按你讲是讲哈，像该米格莫是 L 九哈，伊老人台湾气候气候莫形容是 N 下少暖，嗯，好 ，N 有下湿。所以哎，你哎，上次热天吼，上去浪土，该细菌像该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其实上下多。像米根因吼，佮其实佮温度还是冇很高，佮产们上次佮浪天还浪。像日本用因上次下多，因为日本来气温下大，哦，佮上次是还冇问题。不过到台湾因为还少暖吼，上次该还好是还会就这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吼，所以上次该好是有点危险吼。所以美国吼，大沙中走的上市，但其实提上门问题，我讲系热寒阴重是讲，咁台湾吼，种菜介下吼是讲，你上市吼就讲，有机有机，吼，就买批，吼，有人讲，哎呀，我特别是阿公阿婆讲，哎呀，我下街就就等于讲，排些饲料，管哪类啲菜吼，你该煮好系批呀，系，该种系批系煮好，会改良市啦，系，不过改到批吼，上市时就下就跟从因因来寄生虫咪就都该当过吼，上市就得下垃圾的东西，不都滴不都吼，是该其实下冇卫生，因仅仅有机吼，每种安全风险，其实。动物诶，哈，莫是其他该排泄物哈，哈，莫是其他该稻草该掉哈，叫高温灭菌之后长做的肥，哈，你整个一些生菜沙拉哈，你都该土哈，土壤你冻强点土壤，哈，
还有你又都该买虫害瓜牛，因过下昨天过下莫瓜牛长走咧做生菜沙拉，你果推翻莫安也翻金哈，就是所以推翻因上西西都生菜沙拉，其实问题下台。嗯，好，不过我们还有糖豆先生讲瓜牛，嘿。哦，这个俩系爱提起白糖豆诶，因为一般来讲，你讲是呛水是大家提起只上豆诶是浓肉，不过冇上到瓜牛俩件事情。其实瓜牛吼，特别是只案例是讲吼，应该投入个工厂吼，其实是该贵下，该都挑价贵下是该瓜牛还上海瓜牛，是下起木人吼过来出事情吼，该瓜牛地白又该寄生虫只有浓地白多，系按贵价因出贵下脑膜炎吼，救唔起来吼。所以因为上次等因为唔滴因为菜来源系来源系强哈，冇干不干净哈，最好冇上市，冇动危险哈。所以因为唔咪讲大行菜做啲上市，尤其因为个上市个蜗居个大陆咪个都有冇，嘿，因总过程当中等于瓜牛爬过哈，走过哈，因有冇谁强哈，是将个其他事其实。对我来讲，我感觉系倒霉险嘅事情。好，很有原因是讲，其实有的菜吼是做唔得上市，比如讲国菜，好，国菜绝对冇上市。个阿斗个国菜啦，安尼国菜冇强旺，因为国菜底部有草酸，好，那都上市下去吼，草酸会强多，是会结石。好，很有同事讲，特别个有段时间，因流行一种叫做一种菜是减肥菜。好，像手工木可能诶，差不多20年前，刚好在手工木是都该马来西亚该给干哈，其实拿来炒来食，好什么问题？啊，不过到佮转到该菜就到台湾该下哈，是有人讲该做在做减肥菜，啊，就人讲哦减肥，就是生机叶子是讲到该菜拿来哈打果汁的啉，好，结果啉下去哈。出卖问题呢？该就等于另外一个，给肺哈、肺脏哈过来纤维化，肺坏掉嘞。啊，我咧最末要买那个肺脏整个移植，是，不然在肺脏长，该等于长就发都活下来。哦，所以其实哈，有冇讲哈不紧急就等转过来哈。所以哈，有的人哈特别注意哈，紧急就到出哈，切对唔好上市。嗯，好，上市之后就有这个生物碱的问题，比如讲哈，该 tomato 调呛啊 ，tomato 底部有生物碱。冇熟嘅，同埋都有生物碱。等于你啲生物碱，你拿去上市下以后，是会生物碱中毒。所以唔咪大行菜是得在上市。等于唔掂哈，顾下要煮熟咗，切到冇落去上市。所以基本上先生又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系讲你唔掂，讲你上市抢菜，你贵起落去煮熟。煮熟落，你系真，是因为你大排都会想讲，生吃青菜，第一个佢嘅热量好大嘛，冇食到很多油哈，然后我们又吃到讲，好像对身体好好，又等于讲做啲排毒。上次造型好，因为另一不应该嘛，该完全系上个蔬果汁。其实唔系咁的，而且我睇下当然你系讲，当口听该系有机的，当口听该系安全的，那当然对身体也好。如果是用线上讲，系讲你要自己去调理了这个东西，该时间你需要注意的，嘛该东西做得上心，嘛该东西做得上心。你哦，基本讲，你可阿豆吼，该都时间都找吼，因为上心的找吼，因为阿豆是上心当久嘛吼，加千年吼，你肯定有时间都找，你找到一些，其他我去个加买加买。嘿，线上讲也冇咁重，你讲从线上刚才讲的从莴苣安用的呛菜，你讲。外国人有什么？记得有啊！你做得什么？你没做得哎！不过记得国家很容易来处理，记得该抢菜。你某强某一天老平阴强弱，你们的平阴在养地的时候土壤怎么样？你们的一代处理的狗仓怎么样？啊，我们很容易来处理安用该抢菜。莫讲伤心啦，伤心后都挪袂卖种来该抢菜，因为炒了一时个时间，你都降低有农肉生产更别说你讲伤心。所以老师，那农药到底要怎么样？中强你都好安心哈，一半来讲，比如讲吼，农药吼，其实最好的放心吼是讲，你农药是加洗几遍哈，加洗几遍，其实农药还会走天哈，就去个入入个叶菜类哈，先讲吼，比如讲那个莴苣，该点吼是一定来。用个流动水哈，差不多泡20分钟哈。还就的其实你要你本应下下种个方式是讲哈，用个板烧暖的板烧冷的水哈，不一浸。好，比如讲你水先拿来哈，个水先个流动水先冲过哈，水先不一冲过了以后哈，找到浸到差不多50度个温度个个水，不一浸差不多10分钟以后，弄热水下就睇下下下倒。其实安尼用五十。
唔是土诶，问土咧，浸解到呛嘴，未合安全。上次有啲细菌呐、啊，就都合唔好东西，未会走脱去。安尼生菜还好，从个民间人其实去做生菜吼，基本落去浸到有个幼种嘅漂白水。吼、哦。唔到，因台湾一讲漂白水，你是讲啊个唔好唔好唔好，因为大家讲漂白水，那都是洗东西，因为洗偏手溶诶，买东西。如果见漂白水，然后用漂白水，冇用溶，见次氯酸哈，蔬果的蔬果次氯酸，因为佮浸下去以后哈，佮从比如讲。前头时间该买肠病毒就么？你泡漂白水去二十分钟，因为你要做从个有含氯诶哈，基本了解的虫卵哈，各下种尸体去哈，是安源风险还安全。如果安源到推翻就容易无法度接受哈，是某种安源风险。该系讲推翻有一种东西，就是专门卖落去洗呛水，该种洗剂，做对冇？洗剂其实就到研究是讲，该到洗剂。系唔系安又好，安又好吼，其实又有问题啦吼。啊，头提都讲吼，因为但你啊，佮从个入入来呛水吼，你啊弄着大部分系水泡水湿唔健康的，所以还可以建议大家系讲，正确洗呛水是从线上讲的，流通解水。都是一边是错的啦，吼，安用是错的，系讲到底要用萝卜买嘅，该种嘅东西，其实你自家去看，看自家内容，自家去判断清楚，安用系挺重要嘅，吼。不过，该系讲上市要安用该考虑，睇买嘅东西，熟悉买嘅东西，上市睇下调下，你定下怎做来讲。要强到强一封信上来到节目第一度，老大家来讲哦，生食熟食上改东西是，煮熟改东西是，其实一般人来讲哦，东西那都是些啊，冇想完到。不过大家讲看新闻报道一些浓肉浓肉，大家讲来讲去，可是还是没有很注意，他也冇动注意。不过讲到两篇，就条东西其实系总得上学的，所以你那条东西来老大家来分享，避免生食的食物，总得上学个食物有两点。哦，恩先可能天气很好啦，风头哈，风头哈，最好莫上雪，因为风头地表就该你莫发出小发的东西，等于上雪下去哈，是会水肿，哦，还唔好，好，风头一定要煮熟，哦，像个头年哈，你风头上先浸海做头年哈，因为头年上先煮，感觉会起泡。啊，起泡是个猪肉摸熟啊，其实唔好。哦，等于真正做头年吼，啊，其实建议是这个放头吼，先拿去去熟来，去熟拿来做个拿来果子机拿来打吼，按原方式是过只头过来洗落，过来落洗落去哈。它是每唔是少讲吼，因为放头摸煮熟，第二就东西会不按你消化唔好，唔会肿起个掉哈。它提三盆吼，按先讲其你啊，听教安尼乡亲朋友，好像个呛发菜，错，拍发菜，错，好，还有。就像了了红菜，吼，还上是玻璃菜，吼，了条菜，吼，因为有人讲了条十字花科，就条东西，因为上是讲究的，吼，对，哎，你甲状腺还有影响，哦，不过吼，特别注意是讲，吼，因为像个呛发菜，因为讲上是呛发菜，怎么得上是？不过先生刚才讲玻璃菜，嘿，玻璃菜一行行讲，哎，先讲一行吼，因为上是有上是问题，吼，熟又熟白问题，吼，来三盆菜过来分开来讲，哎，讲呛发菜，因为你还就在研究讲，吼，像个呛发菜。羊麦腺吼，去引让吼，做得对，安尼身体诶抗癌性粉提高吼，最好抗癌性粉是讲，安强化出吼，最好先来去切下油掉，因为切下油掉吼，佮底部就红东西会留给本来诶，佮有只 A 诶来 B 吼。佮 A 变 B 哈，佮长幼发图哈抗癌成分，好长幼对安长幼仅佮对身体又帮助。如果 A 而变 B 哈，一定要老家强化者切它就掉。哦吼，佮长幼发图走溶，佮酵素长幼发图走溶。好，呛化菜好，最后是安先老家切它就掉。好，不要五分钟以后，好用吹呀。用火去吹，吹五分钟时候，莫吹长久。好，莫是用烧烧的水去煮，煮五分钟。好，等又念就是讲，你超过五分钟下去，哈，佮地表对恩性体又抗癌成分跟异硫氰酸盐，因为烧掉差不多70%。哇哦，该找信商啊讲哦，先讲一下，该呛发出来其实对人的身体很好，大家都讲做得抗癌。不过找信商啊讲，它的技术很重要哎，你慢慢主动重要，你煮强熟。
它的成分流失，是唔简单嘞。你摸足手，没摸好，没摸好，所以呛巴嘴时候，足都嘟嘟好爽。嘿，诶，时间老师，诶，先讲吼，先切哈，倒油掉哈，倒油掉倒，差不多不计表五分钟哦，五分钟长得足。哈，好特别！现场恭喜彩妹，你还像上次没有大白是呛发出来，说哎，你他妈切太太累。嘿，你也摸哈，我记得你也可以切下色累的哈，切下色累的，还满足哦，先不用五分钟，不用好长足嘛，总得足条给我足五分钟。嘿，因为你自己切下久的，你足五分钟是差不多嘞哈。你因为你切条太切，你条足十分钟，咱不会变硬硬，其实唔好哈。嗯，他泡发出来没轻松，你还没那个切下久的，没轻松足五分钟时候。最好方式是讲吼，你拍发出吼，你切就表五分钟以后吼，你爸妈哈表稍稍的水，然后个拍发出下去煮五分钟，按时做得嘞，好个汤吼，莫留几个菜头，莫留去片头去，好，你仅仅你做生菜沙拉，你呛发出拍发出过来煮过，它玻璃菜它又莫买穷了哈，玻璃菜其实有的人讲上色莫好，不过有的研究是讲，玻璃菜上色几地位哈。抗癌兴奋效果哦，不过玻璃菜有没有上新？你常常常跟日本人有冇？这玻璃菜哈，你是该猪排吧？这玻璃菜咩切冻肉？冻肉，嘿，这按食法是健康的哦。第一是玻璃菜，一定拿去切冻肉，冻肉，常常冰五分钟，再来。啊，所以安阳是当然水强冻虫啦，哈，毛浓肉冻虫啦，不过系公司玻璃就呛上去，切油，哦，不用五分钟，就是，啊，因为现场介下讲哇，避免生食玻璃菜煮，我想讲，大半夜时间日本世界那个铺住拍个世界都冻到个玻璃菜啊，那是可以的，玻璃菜上去应用下多，啊，等于玻璃菜哈上去你要冻出就么哈排出，啊排出是讲啊你上去哈，哎呦，无疑是按点钱。哦，啊，比如啊，玻璃菜该摸法图是太紧要个噻。其实玻璃菜还有一种食法，伊地本哈，每本伊该抗癌兴奋为警告，是讲安尼玻璃菜那里也蛮讲那里做来泡菜。不过你啊泡菜啦，安尼上些是该臭豆腐泡菜冇穷容，因为臭豆腐的泡菜其实地本捞到蒜丝，哈，还捞到汤，安样方式其实冇买。给地白好爱兴奋，莫走出来。最好的方式是讲，特别哈，一定要该路边哈去做该方式是讲，几种该玻璃材哈，不该天然发酵，去该不酸该种哈。系咩像你特别是该嘛该酸菜白肉锅，该种诶酸白菜，差不多安因那种发酵该高汤，系么？哦，发酵哈，像伊其实安尼啊，哈客家人咸菜等仅仅去个发酵咸菜，其实你也是健康。有自谦性，让大家复习一下自谦加欣赏那个节目地图，因为大家会讲，哎呀，该种诶卤该咸菜系咩对身体唔好，欣赏又讲。只要你的狗仓是正确的，其实那个是好的，因为它有酵素，从嘿嘿，对不对？心脏我没有讲错哈，没有错哈。嗯，还是讲很很强调点好，它记得呛发菜、拍发菜、含玻璃菜哈，还有个拍菜切对煮果哈，因为去上新就得草酸哈，煮果还好，莫起才让上新哈，因为。你的体质到阿斗体质冇强了，上西就得收拾下好，好像该呛进站法哈，就等于进站法应该该避绿损，然后得有一定的足够，因为佮有秋水仙素，足够是冇就了头个问题，好，还有是讲就等于讲该木薯，你木薯你好容易讲该挂机哈，像两种东西你要切泡泡，不给水哈，浇过以后哈，佮怎么冇就该脱。像你上次是竹笋哈，又冇个能够渐渐咪会熟，你上什么为妈妈哦，又冇感觉冇哈，夫妇又在于妈，其实个到每咸，其实个脱系青笋的脱，竹笋哈，小可能够哈，个竹笋的竹个。然后渐渐瞬间回收，最后切脱磨蚀。哦，虽然讲唔会发生，不过老大家讲，你冇自家而家过而家竹笋嘅世界上讲，哇，安乱冇想过，当掉该上上闹了闹下而已。总的，那是很危险的。看最后片太低哈，啊，竹笋一天要煮过哈。你用竹笋，你用煮该还有冇？该
上次因是该骨竹笋该都要用十，要十十要十，所以老该清酸吼，老去种体系，吼，该下安下安全。哎，真是的，头排是骨竹笋个，是只妈妈会炒骨竹笋，因为骨竹笋感觉冇很嫩，就佮冇像你讲绿竹笋安嫩，所以真是会杀冻豆饼，有时候会有点浮浮嘛，杀好豆饼，长公它都会炒长好些。一天老该浮水吼，该浮浮的每下每老个食体系，所以还是有黏力个吼。因为介浮系该清酸，清酸是用哪种清酸的嘛？血海里冒什么尸体？各种清酸哦，哇！天上的看，原来要安用个门天，哦，所以这条东西哈，切对哈，唔好。其实，台体来讲哈，要全部清除，爱每某物真心哈上线。嗯，比如讲，你上线打个金丽汤，爱建议讲，该条清除，你小火杀下，因为金丽。因为哈，呛水地本都草酸下豆，然后草酸是豆下去会结石，应该会结石哈，和草酸下去还会恶劣毒，哦，嘿，切对唔好食豆，哦，和水母人讲钙卵，因为水群哈有个禽流感的问题哈，钙卵切对唔好上市，其实平常钙卵唔好上市，因为佮地本有抗生物素，是久以后哈，佮就身体就遭营养素的污染，先上先上。你当是用日本料的时间，又用日本人提好那一碗拍盘，又无打在盖卵度当头，叫叫啊，多美味啊！这老师说啊，现在鸡蛋总得上市，嘿，因为日本吼，好，你其实吼，因为日本该下个朋友少吗？有。因为盆冻烧啊，间接落去落熟落咧，系冇变形嘅安样面，切对冇浪迹浪漫来嘅盆吼，那咧变只嘅轮下去吼，佢总得吼，佢像系你大把去食煲，冇改时间要冇提好嘅时候，那只上轮落嘅你讲沙茶酱，其实唔好，其实不好哦，还系总得，所以其实上盖轮。喊个清凉啊！昨天讲冇食鸡，冇食，因为系含危险。尤其啲啊，还有禽流感吼，跟卵吼，等冇食强吼，切掉做唔得吼。因为最近吼，你啊盖卵就有人讲，哎呦盖卵盖卵，你就就有人讲，哎盖卵吼冇食，食过之后还加快。嗯。先生讲洗选蛋，其实洗选蛋的卵吼，唔系用洗诶，佮会用个蒸汽来去喷过诶，吼，唔系真个描述意思哦，他冇不要误会他哈。另外，先该洗选蛋，因为你也好有禽流感的关系哈，该就又该病毒代替倒来到下倒是讲，该因为该卵该该上卵该下哈，因为佮我还会老结个肛门下菌，上次又都钙洗都当过，其实钙洗地方又当多细菌，哦，像我三门是菌，我是又都病毒都在当过，因为个禽流感哈，佮病毒。过下都该从该洗蛋糕分下豆，所以卵一天要洗过，洗选蛋下安全吼。很你讲烹调前先洗是讲你上次冻我不就等于每卖过下一下下来卵，一卖该散的卵，该散的卵一天要洗过吼，安全。很你等于休息该面该都上该冷下冷好蛋糕等于该洗吼，你一天休息强，绝对唔讲吼面该都吼冷好以后这个是三西是出木住木木木是出木住啦，就变成间接污染污染哈，就三西因嘴巴有黏膜嘛，就因吼是挖鼻孔，其实当危险。好，其实了解了，大家来讲，其实是卵还是这情绪要注意哦。先生讲的，该卵好蛋糕可能有卫生嘅东西，然后讲有细菌毒蛋糕，所以其实洗肠系好好，系冇你有冇烤卵，只能一烤下去，咁冇就卵好蛋糕该冇。毒有冇？挨大白煎咪唔毒化用因，所以其实啲香系要每样嘅吼。不过还有冇嘅东西用因先吼，等下就老乡亲朋友来讲先聊下，你等下就转来。想到请一峰先生来到节目地图，老大家来讨论，买个东西做得上市，买个东西呢，切条猪手掌做得是。哎，你上团节目有讲到用钙卵，哇，我真是当好是钙卵咯。不过我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猪手是，其实好安心。不过讲到两片，有条呛菜，没听出猪手是，其实有阴肉。对不对？比如像 tomato 哈，从 tomato 你哈认为佮地白茄红素有两种哈，佮你的猪狗以后佮吸收长得较好哦哈。啊，唔但像安尼，佮茄红素哈，猪手以后含到到都油，
嘅吸收长不是很好，好好，茄红素点老油，好像最近台下是讲，是叶黄素，叶黄素，比如讲国菜地白就叶黄素，好，还好是讲像最近个橄榄菜当多个叶黄素，好，像两种叶黄素呢，一天的煮熟，好，还有掺到油，好，佮下又发到吸收，错，因为师兄台下讲诶，因为叶黄素啊东西对木柱，冻好，冻好又帮助，你当然去可能袂当你袂固定去吸个叶黄素个，诶你讲胶囊啊买东西，不过其实当然天然食物里面的摄取系冻虫扰个，像老师刚刚从芥蓝菜对不对？嘿，芥蓝菜有人会生橄榄菜，又因为上旬吗？橄榄菜总得上旬，上旬每省十字花，一定要熟食吃，因为系强硬性。最近吼，你客家人又种一种系个羽衣甘蓝。哦，好，那羽衣甘蓝两种东西哈，没莫上旬哈。最后缝隙是小可老去煮下哈，比如讲吼，介老介他话讲介枪法出去哦，倒酒酒哈，啊倒倒酒去煮下好。哎，吸收还好，对 M 组长又帮助。所以其实是像 Andy 大伯讲是同麦豆啊，当有意思咧，对外界个世界，其实外界因老同麦豆存在系抢菜，不过对台湾其实同麦豆做得系高值，所以平常心一些世界做得是高值啊，因为不过其实同麦豆炒卵。也是其实你从冻普通个菜，所以可以冻冻伊咪讲哦，你要多吃豆豉、托马豆炒卵，因为那个菜很营养。没错，我觉得原因是很欣赏讲的，因为佮托马豆煮熟，伊叫煮熟，它又有茄红素，它又卵泡汁，对不住冻好，皮肤咪酱。那等过你上次你台湾人来是从是个托马豆炒卵是冻有煮熟的方式。不过讲到两片吼，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冻到你去东北去你讲点心点食东西个是。就是讲你大部分要煮盘，因为先生又讲到上食熟食，先生爱笑了哈，东东因吼在处理上食到煮熟东西的东西，佮狗肠地毒有时候会有一种交互感染的感觉。冇错，吼，你等一下我被点心点食东西吼，你等一下吼，佮锤头饼吼，你可能佮等又上食吼，然后上个东西没饼开，熟个东西饼开，佮个点心点食冇事哈。啊，很痛苦哦，前先啊又摆起佮点心点食些，其实煮的东西真是易好些，俺每次都冻好些，公司台不俺们讲贴贵吼，因为亚弟吼，你啊推翻点心点冻习惯用因滴嘛，佮都主动性佮推。就是在外面，像你好靠近骑楼，我们那讲都顶不住，那空气该真不用拿下来吼，该上又抖抖，等于拿出来抖抖的潮棉，以后吼该熟的东西吼，煮熟起来又不用，该真不用抖抖啊。老师，俺做唔得，哎呦，坦白该见两是冇意思的，确定冇意思哈，对。因卫生局就规定吼，上个东西到熟个东西，真不要冇强融。好，比如讲你熟个东西，以及熟个东西，真不要跟生命冇强融。一天有两招，真不要哈，真不要好一天好，当然好一天那个谁动强来。好，你仅仅好，你也做做熟个哈，你真不要唔但想是墙上是那种漂泡水，做个漂泊。好，按照按拳功夫，按功夫哈，等就按你好，佮过来咱表强下个。点心蛋，你切得摸哈，其实还以后你屋里多亲密性，他亲到哈。哦，好，所以上次其实是想不哈，妈妈没强融，你听出来准备两只针标，一天两只针标，一天两只针标，你咋个洗阿摸，总得，总得，切上又切，手总得。头摆都无下，该上的猪肉切一撩一撩，切好的些呛水切，有用个蒸饼。该猪肉杀熟，因为上菜要杀熟，做起来闷几种的些，有会用这个蒸饼切。按总的头摆唔对啦，哈，还就等于上次哈，都是洗白天哈，唔对，因为是按个交互污染。尤其最严重是讲哈，你肉还下脏掉，哈，尤其个海产哈，上次哈。个虾啦，吼，你要对个东西，佮有个海洋弧菌，吼，等于变个正变下去，冻僵，吼，对，因细细会产会恶劣毒素存存的，很正变吼，一天来被变糟了，就等于正变，吼，就话变那个表演，吼，是持续变个，过下上顾还是在融，真的，你看心脏很严厉，因为心脏讲上顾还都在融，我就在想讲，应该不系正变。冻上又有一些伤骨的感觉，不要太急。好，它有条手骨的伤，手骨的症状就么伤势哈，你豆豆干一只孔，哦，就个切来。因为它有切痕，切痕哈，又分。哎，一团细菌是不要太急，因为切痕地方还有个细菌没得打够。好可怕哦！哦，冻得人惊，所以两下人好讲究，感应好讲究，感应今天切水果。几度强融？几度等于是身上是一张正表，手个东西一张正表，切水果来准备一张正表，挨度了会提皮了，心脏都会分享，挨
冻姜是萝卜，因切水果出来，因地做买毛，因为俺是介水果，俺感觉又真表妹。嘿，介是表表示讲，今某人因诶奋斗好，错，有东应该多啊，水果也多，又毛上市上来上市的多，然后介熟的多吼，莫把它分开来。嗯，好，因为切熟的东西又熟的多，吼，但你买吼，莫想分，你至少介有毛介多吼，小可用介滚水六个吼，以后长来啊，小美诶介细长来。好，两片又一点爱听出来，老乡全部来分享吼。首先，你大家因为好坚强，有冇？哎，俺咪讲客家音哦，俺系讲台家，系讲好坚强嘅，是即吹挂布，吹挂布都不会有定期换嘅习惯。为什么？因为吹挂布好唔会坏脱，佮冇像有啲东西容易会坏脱。吹挂布上等于洗，等于洗，其实吹挂布啊，佮也冇用音啊。还有一种东西，俺知道，听出来讲抹布。因为抹布也不会换啊，因为佮人唔会坏啊，你当然都去洗洗。可老师谈讲，了两种东西，细菌系铁多诶。冇咁错吼，以前见吼，安全呢吼，易燃地白跟抹布有冇？其实安尼打印吼，洗墙纸还有看到做漂过泡泡水，还要消毒。消毒，安怎做得吼？其实安个抹布有冇？唔会就悠悠的感觉，不过太提我下年来抹布吼，还是爱悠悠雾雾，还是容其实冻危险，电脑个污染哈那厉害。哦，我安用你系无？讲到了点心店，就一般爱去个点心店，卖个诶，你讲水饺面呐，安用个东西都是个世界。其实我每次改建店冻好些，应该怎么讲？讲个建议冻上，你讲讲了有点排泄排泄。我讲你要去那个东西切切个世界，有无？应该正边是不是有一些些血血？个身体有抹布那一路是那个正边出来，抹布又变到旁边。个唔好。我新冠都是有一些些紧张，我是想讲，哎呦，该系咩航班，该跟人家某些些好咧。所以唔好，等住安全问题，其实你做得，其实你用其他就都用厨房纸巾出咩好好，因为咱唔会交叉污染。其实吼，安尼上次跟抹布有冇？你一天一天洗干，像该抹布啦，正边你一天一天洗干，而漂过泡泡水，吼，还能该。跟抹布嘛，跟好最好哈，漂白水以外，还有如个猪骨，是，因为猪熟之后，佮长个细菌才会唔健脱，是，你也跟抹布才会还强力。好好，不过讲到两片吼，其实真是也提醒乡亲朋友大家来注意，比如像有一点吼，你两片冇写出来，不过还提别来讲，比如当中因为有冷冻库那类一只生肉。对，有冇去解冻的生肉？上次佮妹妹冇注意，可能你切生肉诶时间，然后一下子又拿那个刀子去切熟个肉，就是这中间会唯有交互感染、啊。喂，其实吼，尤其吼肉猪肉的问题吼，还有问题是讲个海产类的问题，切对，尤其吼你正标地白吼，等于五号标冇个当个正标，有五哦吼，冇时间就到哈标个个正标上来吼，你个正标天实那一些，还滚水多个，特别爱地是海洋，应该是地讲上学到熟悉听出来分开，不过基本先生要提撇了提醒你个乡亲朋友，其实海产两件事情你要提撇了注意，不过讲到两片，其实我们规则节目按用下来吼，让大家来总复习一下，即都上学的东西做得上学，不过特别注意弄肉，又都熟个东西东西你听出来煮熟了些吼，节目最每上学苗，本身上来做个总复习，其实有一些人还会特别注意，比如讲你自家个身体要注意，又都你总得上学，又都你总得太听你讲吼，就免疫能力下差，因吼，比如讲个红血因来因吼，怀孕妇女莫上学，因为伊就血因的关系，个免疫力会下降吼，还有不安好就做化疗因吼，切对莫去上学，莫讲个有的。因好不安之后哈，做化疗哈，他就因讲哦，你有生机哦，生机哈，上个东西打仗就因种做唔得，因为上时对因都讲哈，对家对因都讲当危险，好会还会感染哈，他最好神因为莫西头糖多上血，还补充木火因为莫西糖多上来东西，他提其实因感冒因退完因来哈，因重点因来哈，发因来其实身体都讲哈，充血过来是熟个东西，其实嘿还好，因为上时其实对因发因来讲唔系讲冻。没切对好哇！今物以后啊，欣赏各大人都该支持吼，希望你家乡亲朋友情绪受无动到吼，所以非常感谢你家请欣赏来到节目地图，什么你好，乡亲朋友呢，听您下来咧吼，家家来做润堂了。